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ألف لام راء 这些是天经明白的古兰经的结文。不信道者或许要希望他们原是归顺的。你听任他们吃喝玩乐吧，你听任他们受希望的诱惑吧，因为他们不久就会知道的。我不毁灭一个城市则已，但毁灭它都有一个可知的定期。任何民族都不能先期定期而灭亡，也不能后期定期而沦丧。他们说，受降是教诲的人啊，你却是一个疯子。你怎不昭示我们一些天神呢？如果你是说实话的。我只凭真理而降天神，到那时他们是不能缓刑的。我却降世教诲，我却是教诲的保护者。在你之前，我却派遣了许多使者去教化古代的各宗派。没有一个使者来临他们则已，但有使者来临他们都加以嘲笑。我这样使爱好嘲笑深入罪人们的心。他们不信我的教诲，其实古人的常道已逝去了。假若我为他们开辟一条天门，而他们从那条天门继续登天，他们必定说我们的眼睛受蒙蔽了，不然我们是中了魔术的民众。我却在天上创造了十二宫，我为观察者而修饰天空。我保护着天，不许任何受诅咒的恶魔得以侵入。但倾听的恶魔将有明显的流星赶上他。我展开了大地，并把许多山岳安置在大地上，并且使各种均衡的东西生出来。我在大地上为你们和你们所不能供养者而创造了许多生活资料。每一种事物，我这里都有其仓库，我只依定数而降下它。我派遣滋润的风，我就从云中降下雨水，以供给你们饮料。你们绝不是雨水的主残者。我却是能使万物生，能使万物死的。我却是万物的继承者。我却知道你们中先进的，我却知道你们中后进的。你们的主必定记合他们，他却是智睿的，却是全知的。我却用黑色的成型的粘土创造了人。以前我曾用烈火创造了精灵，当时你的主曾对天神们说，我必定要用黑色的粘土塑造人像而创造人。我把它塑成，然后把我的精神吹入它的塑像的时候，你们应当对它匍匐叩头。
随后天神们一同叩头，唯有伊布利斯不肯。主说：“伊布利斯啊，你怎么不叩头呢？”他说：“你用黑色粘土创造人像而创造人，我不该向他叩头。”主说：“你从这里下去吧，因为你却是被放逐的。”你必遭诅咒，直到报应日。他说：“我的主啊，求你对我缓刑，直到人类复活之日。”主说：“你却是被缓刑到可知的日期。”他说：“我的主啊，你已判定我为迷雾的，所以我势必在你的大地上以罪恶诱惑他们，我必定要使他们一同迷雾，除非他们中你所选拔的仆人。”主说：“这是我应当维持的正路，我的仆人，你对他们绝无权利，除非那些顺从你的迷雾者。火狱必定是他们全体约定的地方，火狱有七道门，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判定的一部分人。敬畏者们必定在一些乐园和泉源之间，你们平平安安地进入乐园吧。我清除他们心中的怨恨，他们将成为弟兄，在高塔上相对而坐，他们在那里不觉疲乏，他们绝不被驱除。你告诉我的仆人们，我却是至赦的、至慈的，我的刑罚却是痛苦的。你应当对他们叙述伊布拉辛的客人们的故事。当时他们进去见他，说：“祝你平安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却是畏惧你们的。”他们说：“你不要畏惧，我们的确以一个聪明的男孩向你报信。”他说：“我已老迈，你们还向我报信吗？你们以什么向我报信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凭真理向你报喜，所以你不要绝望。”他说：“除迷雾者外，谁会绝望于真主的恩惠呢？”他说：“使者们啊，你们有什么差事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被派遣惩治一群犯罪的民众，卢特的家族除外，我们却要把他们全部救出来。但他的妻子除外，我们已预定他和其余的人同受刑罚。当使者们来到卢特家里的时候，他说：‘你们却是一些陌生的人。’”他们说：“不然，我们把他们一项争论的刑法带来给你了。我们把真理带来给你了，我们是诚实的。你应当带着你的家族在深夜出行，你要跟在他们的后面，
你们中的任何人也不要回头看，你们应当往前走，一直走到你们奉命到达的地方。我启示他这个判决，就是这等人在早晨将被根除。城里的居民欣然而来，他说，这些是我的客人，你们不要凌辱我，你们应当敬畏真主，你们不要羞辱我。他们说，难道我们没有禁止你与世人往来吗？他们说，这些是我的女儿，如果你们要干什么，指你的寿命发誓，他们必将彷徨于自己的癫狂之中，呐喊声在日出时袭击了他们。我使那个市镇天翻地覆，并使陶石像雨点般降落在他们身上。对于能思考者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那个市镇却是在一条仍然存在的道路上的。对于信道者，此中却有一种迹象。那丛林的居民却是不义的。故我惩治了他们，这两个地方都在平坦的路上。石谷的居民却已否认使者们，我却已把我的许多迹象昭示他们，但他们背离了他。他们安全地凿山为屋，但呐喊声在早晨袭击了他们。他们所谋求的，对于他们无济于事。我只凭真理而创造天地万物，复活时是必定来临的，所以你应当温和地原谅众人。你的主却是创造万物的主，却是全知的。我却已赏赐你常常反复诵读的七节经文和伟大的古兰经。你不要慨愧我所使他们中各等人所享受的事物，你不要为他们而悲哀，你应当温和地对待信使们。你说我却是一个坦率的警告者。那正如我所降时分配者的东西一样，他们把古兰经分割成若干肢体，指你的主发誓，我必将他们全体加以审问，审问他们生前的行为。你应当公开宣布你所奉的命令，并且避开以物配主者。在对付嘲笑者方面，我必使你满足。嘲笑者除真主外，还崇拜别的神灵，不久他们就知道了。我却已知道你为他们的蓝言而烦闷，你应当赞颂你的主超绝万物，你应当与众人一起叩头，你应当崇拜你的主，直到那无疑的消息来临。